最近 ，BLACKPINK 成员 Lisa 昨天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。据 YG 娱乐透露 ，Lisa 虽然接种了全部新冠疫苗，但被确认为新冠确诊的突破感染病例。随后 ，YG 娱乐公司停止了其他成员的一切活动，马上安排 BLACKPINK 其他三名成员接受了检测。今天上午 ，YG 娱乐公司宣布 BLACKPINK 另外三名成员已确认没有被感染新冠。而 Lisa 的身体状况非常良好，没有出现任何不良症状。 YG 娱乐公司最后表示，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帮助 Lisa 早日康复，也将继续积极协助相关部门的防疫工作。消息传出后， Lisa 的中国粉丝们也纷纷在超话里喊话 Lisa 一定要健康的回来，希望 Lisa 早日康复啊。